日元跌倒，大家好饱，全世界都在想办法占日本人便宜啊！各位家人们，这日元跌疯了。截止到我们录视频的时候，这日元已经跌到了158块钱日元才能兑换一美元，这是34年的新低呀！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啊，这日元都没这么不值钱过呀。好，那结果呢？大家一看，好家伙呀，赶紧薅羊毛呀！先动起来的就是咱们，要不怎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呢？这段时间呢，日本的各大奢侈品店、珠宝店都挤满了咱们中国游客。当然了，这得多亏了咱们人民币呀，相对比较稳啊。20年的时候，1块钱人民币能兑14块钱左右的日元，而现在呢，1块钱人民币能兑超过20块钱日元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拿人民币去买日本货，40.5入等于6-7折。去日本买一个20000的 LV 包，最多能便宜个3-4千呢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也就算捡点便宜，但和美国资本比啊，那连人零头都不到，人家很多了呀，何止是薅羊毛啊，那是联合收割机风卷残云啊。一马当先的就是股神巴菲特。过去3年呢，巴老爷子啊一直说啊，我看好日本桑，我要投资日本。那实际上呢，人其实并没有直接拿自己真金白银的美元去投资，而是先向日本呢、借日元。那大家都知道呀，日本之前常年是负利率，这利息低的几乎没有，也就是说呢，巴老爷子呀借着这钱呢，连利息都省了，几乎零成本。那借到日元之后呢，人反手就砸进日本股市，买日本龙头企业的股票，赚人家股票升值和分红的钱。当然了，这还不够刺激，人还能同时赚日元汇率暴跌的钱呢。人一开始借的不是日元吗？但人还钱的时候可以是用美元还的呀。而过去这3年，日元对美元贬值了将近50%，这相当于当初你借了值10美元的日元，现在还5块钱美元就行了。你看这一借一还的净赚5块，这实际上就是做空的逻辑啊。这一鱼两吃啊，有人测算巴老爷子这一波大概是赚了700多个亿。那这老爷子还只是其中最出名的那个呢，或者说只是冰山一角吧。全球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很多现在都在高高兴兴做空日元，坐等日元继续暴跌，继续大赚一笔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大家都来薅羊毛，那羊毛出在谁身上呢？家人呐、日本老百姓啊，日元咔咔跌，连带的就是日本的物价夸夸涨，尤其是最近这一年，去年日本人吃顿拉面可能才花700日元，而今年呢，可能就要花1500日元了。人这生活费是直线上升，可问题是这工资的涨幅它不太跟得上啊。有数据就显示啊，截止到今年2月，日本已经连续23个月实际的工资收入同比减少了。你说这谁受得了啊？于是大家伙都不乐意了。前段时间呢，人工会啊就要求日本企业涨工资，那问题又来了，能大手笔涨工资的只是少数，像优衣库这样的大企业，那剩下那些中小微企业的，别说涨工资了，自个活下去都费劲啊。因为你想啊，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日本出口，但也意味着人进口的原材料都得涨价了。这一出一进啊，其实上大量中小企业没吃到什么红利。好，那问题很多的小民不禁就要问了，那你说日本就任由日元跌成这样，没什么反应吗？有啊，人央行之前宣布加息0.1%。再比如啊，人央行又发出警告，人怎么说的？说日元贬值幅度如果太大太快的话，是不会容忍的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于是空头们更兴奋了。